各位美乐家的伙伴们，大家好，我是 Tony。 今年年初你所设定的进阶目标现在达成多少了呢？在过去这段时间，我看到许多的伙伴在前往目标的道路上持续的努力前进，而有些伙伴已经达成目标甚至超越目标。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你的进阶人生道路上由美乐家来挺你，美乐家奖励您在发展美乐家事业过程中的每一分努力与勤奋的工作态度和助人使命的落实。而公司我们将不断的资源投注在谢代表您的身上，协助您发展事业。现在就开始做好完全的准备，借由公司的资源加上你要达标的决心，为今年设下的目标做最后的冲刺。不达目标我们绝不放弃，只要你在9月份优质推荐4位新优惠顾客，并在2024年3月以前进阶新总监3以上，任何一个阶衔进阶奖金我们加一倍给您，也就是 double。每一进阶的最高奖金为16万元，哇，真是太兴奋了！我感觉到很多的伙伴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列名单，准备开始打电话做邀约动作，是吧？而来不及赶上新进阶的伙伴，只要您在9月份一样推荐4位新优惠顾客，并在2024年3月以前合格的奖金阶衔达到总监3以上，同时高于你2023年8月的奖金阶衔，每回一个阶衔即可获得再次进阶奖金。而每一阶的奖金最高也是16万元哦，哇！我相信这是美乐家史无前例最棒的业务奖励方案。你还在等什么呢？我们已经帮你列好了下面的四项行动计划：第一，9月10号以前完成挑战报名；第二，自己参加方案，并且邀约您的亲推以及组织的伙伴一起来参加；第三，持续专注在事业成功发展要素的1、2、3，并且举办您的家庭聚会以及共振会；第四，和公司的业务资源团队合作，完成90天的进阶计划或者再次进阶计划，立即启动参与。现在由你做主，特别挑战，一定要在9月，也就是这个月推荐4位优惠顾客。这是我们继普吉岛国际快速列车特别挑战之后又一次的国际市场的活动，一共有7个海内外国际市场同时鸣枪起跑，整个国际市场都热络了起来。我非常期待由我们台湾的领导人来当领头羊，来带领我们美乐家国际事业部的伙伴们再度大成长。我已经准备好在明年的年会舞台上为你们的成功庆贺，我们一起加油。